好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的这个视频呢很讽刺哈，大概是几个月以前呢，我还看到铺天盖地的那个广告，或者说是铺天盖地的那种新闻，就说打疫苗打了会死人呐，或者说是打那个美国的这个辉瑞疫苗会死得很惨呐，又或者说是中国的灭活疫苗很厉害啊，很牛逼啊，什么美国的不好啊，怼来怼去的。那今天呢，这个我看到这视频完全就不一样了，或者说是看到这个新闻完全不一样了。现在呢，国内呢就开始打疫苗送鸡蛋，然后你看各种宣传标语，还有打疫苗什么送紫菜油啊什么之类的，你看这些新闻就开始铺天盖地的出来了。还有这种唱跳 rap 这种宣传片，还有这种美女护士打疫苗啊什么乱七八糟的，你看就很讽刺的一个事情。因为前几个月呢，我看到的新闻还是劝大家不要打，现在呢又开始劝大家要打了，说老百姓都被逼疯了吧，可能是就搞疯掉了。你看那种宣传标语，这他妈有点就是太夸张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美国这边也有疫苗，但是我们这边打疫苗可能就送命吧，包括我自己也打了疫苗，我打的是那个辉瑞的，目前来说两针都打好了，早就打好了，已经半个月以前的事情了。然后呢，我觉得挺好的，因为我用自己来做测试嘛，我经常就是到处乱窜，对我来说没什么影响，因为我的手机有开那个什么接触警告，就是那个新冠。如果说周围有新冠确诊者的那个接触啊，他那个手机就会有提示嘛。我试了一下，还挺好的，没开通啊。然后这个你看，打完疫苗现场领游，领公园门票 ，What the fuck！ 之前他妈我在抖音上面看了铺天盖地的说什么疫苗有问题，现在你看免费接种，专车送达，就这些工资哈，他妈的一个个。就是没人性，你知道吗？好也是他们说的，不好也是他们说的。但是有一个小细节你们要注意哈，有个非常重要的细节，现在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完成了大概是100%或者是95%的接种率，就是以色列。如果这个国家它能够完成这么高的接种率的话，那我们应该也是要照做的，因为他们很精明的，他们是全世界最精明的一个国家啊。如果说他们这么做，我们再不跟着做抄作业的话，那就是很笨了。所以我在这里用这个视频也是劝一下大家，如果说你没有什么过敏反应啊什么之类，尽量还是打，他至少会给你提供6个月的保护，这个是真的，真人真事。